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见到你笑，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。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，自由却不是方向，飞得高看得远，去感受世界的美好。是神奇的舞蹈，旋转出生命的美妙，有了伴一起跳，才能发挥出力量。见到你笑，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在经典说，能够在六斋日受持八关斋戒，所得福德超过其他的时间。那一开始我们礼请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、传承法师。为什么叫传承呢？所有佛陀的教法，如果能够得到菩萨乃至具足发心的，乃至手持戒律的传承者传下来，那更有加持力。所以同样的，各位今天也受八关斋戒，你身上也有这个正法的传承了。当然就希望各位把这个八关斋戒修行的方法传承给别人，因为你受持这个法得到了利益。所以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那功德太多了，可以得到人天福报。所谓人天福报，那就是消除病苦，第二个呢，可以消灭罪障，除了最重的忤逆罪没办法一时消灭，不是一时不是不会消灭，你就受个七天七夜都可以，但是其他的罪业都可消除。受持八关斋戒可以免除横祸，车祸啊、水灾啊、传染病啊，所以各种的九种横祸。第四呢，受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可以让我们远离三恶道、八难边地，叫远离恶趣。第五呢，受持八关斋戒福报优厚，在护净经里面说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得享六十万世的福报，而且受八关斋戒的当天所修的福德都有这种戒增上，不可思议。比如说你今天点一盏灯，等于点了六十万盏灯，按照你的发心哦。如果你今天点一盏灯是为了解脱生死，要加三倍。如果你用菩提心点一盏灯，那今天点一盏灯的超过平常点一亿盏灯了。所以各种的福报，所以各位利用八关斋戒多点灯、多供水、多甘露施食、多放生啊、多护持三宝、多帮助贫穷，福报优厚。所以各位呢，每次我们受戒之前，各位在家里就上供三宝，点香供水供灯都可以啦，下施
外面点个烟供香啊，蜡香也可以，卧香也可以，烟供粉也可以，布施的甘露水，像我各位都知道，天天拿着甘露水，走到哪里就一直喷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只要我们要得到功德，那些痛苦的众生呢，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一点功德。如果是你跟他有缘的，那叫冤亲债主，那你一定要给咯，你不能为了自己消业障积福报，那他怎么办呢？所以有些人说越认真啊，师父啊，我念地藏经的头晕，那、啊、因为你有冤亲债主啊，业力还没消除嘛，那你一定要先忏悔，回向给他，那念地藏经功德他也同享，他就不让你头痛了。那无量无边的受苦众生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各位就最好每天养成习惯，在你的窗户外面门口布施甘露水，米也好，点一支香也好，能够做得大，哎，那个烟供粉也好，不停的慈悲，不停的慈悲啊。第六，受持八关斋戒，成就迅速。不管你要得到世间成就，得到解脱，乃至发菩提心，都能够成就迅速。第四呢，受持八关斋戒，来世尊贵。各位听过了，普达国王本来做个小奴隶，跟着老国王受持八关斋戒，就会投胎做老国王的独生子，可以传承皇帝的位置啊！而且呢，年纪轻轻就国富民强，然后还记得前世，哎，他是守八关斋戒的，所以每次到六斋日，普达国王就不上朝，他一定要在皇宫自己的居住清净地方老实的守八关斋戒。后来这个事情被一个宰相知道了，宰相去问了一个阿罗汉，阿罗汉也有神通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你们普达国王，他年轻的时候过去是做你们老国王的奴隶，因为参加佛陀八关斋戒一日一夜，这一次做你们皇帝，你看哇，全国一直传开来，到了六斋日全国都在守八关斋戒。你看一个人因为是八关斋戒做了年轻富贵的皇帝，那全国老百姓可聪明了，大家都来守八关斋戒，这个叫来世尊贵啊，乃至七世做天神啊，七世做富贵人。第八，得生天上，受八关斋戒能够一日一夜生欲界天，乃至各位呢能够断除欲望很圆满，生色界天，以后又能够点灯，那就增加生各种天的福报，得生天上。第九，更重要的，往生住缘，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，要往生都算那愿，往生不动佛净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药师佛净土，皆得中品往生净土。第十，临终欢乐，因为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，来世富贵，乃至来世升天，所以来世往生净土，自然有那个信心，产生这种信心的力量，然后呢，就会觉得就像要去远足一样，啊，就像上班上了29天，明天要领薪水一样，心情多好，所以临终欢乐。第十一，手持八关斋戒得相好身，为什么？控制你的眼根，眼睛好看；控制你的耳朵，耳根庄严；控制你的身根，不睡卧高广大床，而且不去杀害众生，所以身相庄严。控制我们的嘴巴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将来你成就了佛陀的梵音庄严，所以叫相好庄严。更重要了，受持八关斋戒得成佛道，所以过去诸佛皆因八关斋戒为基础而成佛。所以各位听我这样念，八关斋戒可以得到世间的福报，可以得到解脱的助缘，更可以成就佛道，戒为无上菩提本，持戒得福报得健康，持戒得升天，持戒得解脱，持戒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佛陀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六斋日还是十斋日受持八关斋戒。请各位翻到175页，请师第一遍，当然我念慢一点，各位可以跟我念。第二遍呢，啊，各位就合掌听着啊，但最主要是真心的祈请。大德，一心念，我弟子念名字海涛众等，
精勤大德，为三归八戒本师。愿大德为我做三归八戒本师，我依大德故，得受清净戒，持名故。拜。大德一心念，我弟子妙法，希望今天有缘众生乃至招请来的所有受苦众生，法号叫妙法，妙法莲华经啊，妙法就是佛法正法，微妙甚深，普度众生。所以我弟子妙法所有众生等，今请大德为三归八戒本师，愿大德为我做三归八戒本师，我依大德故，得受清净戒，大慈悯故。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今天六斋日十三日念卢师那佛及大势至菩萨，可以消除罪业一千劫，站在利他无我的心，希望整个法界众生都消除罪业一千劫啊！南无卢师那佛，南无卢师那佛，南无卢师那佛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。再来忏悔业障。所有众生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有业力，恶业的业力来讨报，才会有痛苦。那恶业从哪里来？那从我们的身口意造作恶业，比如说身体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身体的恶业；嘴巴呢，妄语、恶口、两舌绮语，嘴巴的恶业；内心呢，悭贪不布施，啊，嗔恚不怜悯，愚痴邪见，不信因果。所以一般讲，悭贪、嗔恚、愚痴，造恶业。所以因为这样，贪嗔痴引导身口意造恶业，所以就有业报的痛苦。现世的、来世的、未来的，所以那我们要代替所有众生忏悔业障，当然也希望我们受八关斋戒的当天恢复身口意的清净，圆满在五戒的状态，圆满在十善业的状态啊，乃至继续圆满在不但不伤害，还断除欲望的解脱的状态，进一步圆满在以这个五戒十善八关斋戒为基础，又能够身口意升起利他的行为状态，啊，身体多放生救命，然后呢，嘴巴念佛诵经持咒劝人学佛，所以这个身体修梵行，还拿来礼拜诸佛，等等等等，心里想着念佛念法念身，菩提心大悲心空性，所以那我们。一定要把过去的恶业消除掉，修行才不会有障碍。不但如此，愿代众生忏悔，消除众生恶业，所以我们要念三遍。当然我希望各位平常如果有时间一停下来，就有佛像，就对着佛像礼佛求忏悔啊，忏悔忏悔不完的。